随便按了一个什么穴道，然后我他妈就哭了，好像把我什么东西撕开一样。我可以再找你吗？下一次来的时候，把你以前的事情写下来，带给我。你是卡车司机啊？哎呀，阿进哦，只要出趟夜车，我刀杆就痛得很厉害啊。你是胃经不通，胃中寒气盛，可是你这个眉头这边痛啊，也不全是跟胃经不通有关系。你不是因为那厝贷款有问题才想要搬回来？哎，拜托，我已经几岁了，我不是小孩子。身手都系咁灵活吓，我收到风，黑白两道都话天堂一个师傅好犀利噶喎。嗰件事系擦枪走火，结果你有嘢照直讲啦。我想你帮我。